哎，那什么？啥？啊？小姨夫也真是我的钱，你看你这人，在这里呢就已经是公家的了。哎呀！俺小区都听见你俩吵吵吵吵，小姨夫，你俩吵吵啥呢？他偷钱，我没偷。王小倩啊，这个箱子摆多长时间了啊？一分钱都没丢过，你怎么能干出这种事呢？王小倩啊，我宣布，以后少到我们家去。二姑父，我没偷，你偷了。不是，我还往里放100块钱呢。你放了100块钱？啊，对，100块钱放进去了。那就不是你的了，跟你没关系。二姑父，我跟小姨夫爷爷。哎呀，我说你，上一边笑去。我这是笑吗？小姨夫，这箱子里钱你数过没有？一共475。哦，不对，我放了100，应该是575。我没看见。你到底放没放？二姑父，我真放了。你瞅好了，你搁这瞅好了。来来来，瞅着啊！我从兜掏出100块钱。对，你来，我要换零钱。好，我这么的，该出手时就。我来解释，他要让你放钱啊！我大喝一声，钱是不是掉里头了？掉里了。刚才我大喝一声，他掉一地，是不是往外偷钱了？王小倩，你还怎么解释你？不是啊，往出。行，歇着去吧你。小姨夫，哎呀。我觉得这里边的钱也差不多，王小倩估计也不是这种人，咱晚上盘点的时候好好数数啊。你这样，你抓紧时间把我那个200块钱的底钱给我数出来，快快给我，我有事儿，我得拿走。干啥呀？每天你都往外拿200块钱你的底钱吗？对呀，我每天都拿呀。怪不得呢，我说每天多出来的钱去哪儿了？你给拿走了。是啊，我拿走的。二姑父，哎，你挺会做生意呀、啊不花钱撞个好名声啊啊！你还上一点是吧你？小姨夫，你听我解释啊。解释什么？这个，你等会儿，我让你解释。幸福小区的同志们都出来！对，都出来，过来看看，来看看。你叫人家出来干啥？你说我要揭露你的丑恶嘴脸。他呀，每天啊往回拿200块钱。说为什么？哎呀，街坊邻居们，你们听我解释啊，是我每天从这个箱子里啊拿200块钱，但我没用在我自己身上啊。二姑父，哎，说别的没用，走上派出所吧，走。你上什么派出所呀你？我能解释，街坊邻居们。这个便民钱箱啊是我设置的，我每天拿200块钱的零钱搁里边方便大家，但是每天到了晚上啊，哎，钱就多出来好多，于是呢我每天就把这200块钱啊，哎，我给拿出来，这存了一个月就是6000块钱，我拿着6000块钱啊就到敬老院给老人买点吃的买点喝的，不是用我自己的名义，是用大家伙的爱心，明白了吗？谁信呢？你们信吗？没人信。我就知道你们不信。来，我每次去都有照片，这就是证据。来，你也看看。呀，这不张大爷吗？假的，他花钱雇的。什么花钱雇的他？王小倩，你给我闭嘴。还有呢，我这有账本，每一笔钱买的啥，谁接收的，证明人都有，好好看看。苹果、西瓜、上衣、假牙，怪不得王奶奶嘴鼓起来了呢。哎，真的呀！给，你看你干好事怎么不提前说一下？下一次去敬老院带上我，我也去看看他们。好，小姨夫，你总是用老眼光看我。没有。我前阵风，我现在我人品很正啊！我好，哎呀，二姑行了、你赶快赔礼道歉。二姑，行，小倩你也用不着道歉。你不是要拿钱吗？那就是方便群众的，你拿吧，凭良心拿。二姑父，我不拿了，我要向你好好学习，我再捐100。
该说收拾就收拾。这小子行，已经捐300了。我跟你说啊，大家咱这都是抢货的啊。我跟你说，哎，大家捐呢要记住。行了，我跟你说，捐捐零钱，因为咱这是便民零钱箱。正是，便民钱箱为大家。放点零钱方便花，每天多出几百块，谁干好事谁最帅。